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，今天又再度来到五十年老店台南意面台湾传统小吃，这是这一间店这边的样子。今天终于生意没有好成像上次那样那么夸张啊。好，那这个时间应该就还吃得到了啊。后面有一袋吗？那就是那一袋吧。好，热腾腾热腾腾，嗨嗨，做爱也没有用。好，这边热腾腾热腾腾啊，今天天气比较冷，所以这样就比较温暖啊。现在稍微比较人比较少一点，其实生意还是很好的店家啊。啊，这边最有名的是意面，不过我今天吃个别的啊。好，等一下啊。好，美女换我了，哎。一百八，一百八，好。那涨幅20%。哎，谢谢。好 ，Thank you。哎，拜拜。哈哈哈。OK。嗯。好，今天就点这个煎米雪糕哦，那这边蛮特别的哦。我们已经忙死了，要帮我们介绍，我们都在那里忙死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们生意真的很难，都没休息，都没得休息的。阿咪咪啊！啊，店家辛苦了啊！好，这个生意真的相当的好啊！好，今天是人比较少点才能这样拍啊，不然平常那么很忙的时候就没办法这样拍。你要外带什么？水边肉汤。水边肉没有了。水边肉没有了。对。干莲汤。干莲汤。干莲汤加一种。好，那这个煎米血糕哦，蛮特别的。可以改成素肝汤吗？大家请啊，谢谢哈，现在住院。哇，外酥内软，很好吃的啊。嗯，哦，这个煎的很香啊，香闷香闷闷的好、啊。加一点油膏就很好吃。今天天气蛮冷的，这样这个吃起来，很赞啊。吃起来有点像刚煎好的萝卜糕，但是是米血啊。好赞啊！这个我觉得有95分，好吃。赞赞赞赞赞，好吃。再是这个肥滋滋卤肉饭啊，肥滋滋肥滋滋的好，然后加上你的辣油酱就很美味哦。大概要9分肥啊。
加上个溏心蛋呢。谢谢阿妹啦。就是一个令人满足的一餐，在西门町算蛮平价的店家了。好，溏心蛋很好吃。哦，真的很棒，它比较原味的感觉。好吃啊。记得你一定要淋上一点酱辣油才好吃啊。哦，肥滋滋的好，然后而且会有点黏嘴巴。哦，真的很赞啊。好吃哦，好，就算是半夜生意还是相当不错。好，再是这个冰台吧啊，我点的是小碗的。哦，超级热腾腾啊。哦，它这个酱很迷人啊，好吃。好像有那这个南部的灵魂的蒜泥的感觉，好吃哦。浓浓的肉燥香，猪油跟油葱的香气啊，红葱头啦，真的很棒。哦，相当相当相当美味。加点辣味道更棒。好，这个米苔木的美味也不输给这个意面，那我觉得是满分。我还是不忙的时候来才最能够品尝到店家的美味的手艺啊。哦，辣的很爽，大概到中辣了。啊，这是我自己调的啊，好吃啦。啊，没吃过朋友一定要来尝尝看，这家就真的是蛮厉害的店家啊，好吃。米苔木就像咕溜咕溜的咻咻咻的很顺口的喝起来哦。好，那就是地瓜叶。嗯，地瓜叶嫩就好，像180几我觉得算蛮平价的啊。
是我个人觉得啦，不代表全部人啊。啊，就酱油膏的，梗有点硬，但是叶子还蛮嫩的。好，分数90分，赞。好，口误更正，它是淋上肉燥了。好，到半夜生意依旧非常好的店家。好，赞哦，而且还要外带，好假。好假。谢谢。好，赞哦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好，那这个就拍一下，原本想要吃但是现在价钱稍微高点，我下次单独拍一个影片啊。好，就当做走景式的拍一下。那现在价钱的话是起跳是60，然后鱿鱼盘是120。好，这也是西门町必吃的宵夜店家之一。好，赞。好，那下次再来吃啊，因为之前有吃过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用餐愉快，拜拜。